今天咱要搁甲大家来探讨《般若波罗蜜经》里面的长提品，就是长提窟菩萨品，或者是萨陀波伦菩萨摩诃萨品。这品呢，就是咱在《般若部》里面。佛以长提窟菩萨做例子，让我们学般若波罗蜜的行者啊，有一个学习的典范啊。所以说我们借着这一品啊，来要了解说行般若波罗蜜，那么求般若波罗蜜法啊，它是怎么样子来精进啊修行的，所以咱进行个大概谈到释迦牟尼佛向须菩提介绍，就是有这一位长提窟菩萨啊，那么他要求般若波罗蜜啊，那因为呢，他是一位非常精进的一个修行人。所以呢，他为了要求般若呢，所以他常常这个求法心切啊，所以常常呢，就是烦恼盖考啊。那他这个烦恼呢，应该是一种求法的心呐，所以我们也看得到啊，就是说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啊，既然有长提窟菩萨这样子求般若。应该是空，那他还要哭，这表示说哈，求法的时候呢，心是要有急的，要恳切的心的啊，不是说我们学佛啊就啊唔惊唔摇啊，没关系啦啊，这佛说一切都是空嘛啊，这样就错了，这样就是错了啊，空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要学佛，我们要知道要对治我们自己的贪嗔痴的烦恼啊。就是要免于我们堕于恶道，因为我们自己所做的行为一定是有报的，那有报的话，我们所行的是恶，当然就有恶报啊。那当然我们为了免于恶报，我们要行善啊，那有善行就有善报。可是如果我们一直都执着啊，为了要行善要得到善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在一个有为法的这种执着相里面，那也还是没有突破。所以呢，我们说有行善的话，那我们会有善报，可是还是在天人六道里面啊。那我们这一次我们了解有要行善的时候，那我们会有得到这个善的善报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了解行善的根本的一种啊，这种它的道理，还有了解佛法告诉我们的这种道理的时候啊，啊，那我们没有掌握到这种原则啊，那没有完全是去了解这个法的这种核心的时候啊，我们只是从行为这样去做，可是在我们的心念，在我们的根本上面，我们没有那种很坚固的这种啊了解彻底的话，那可能我们就是一下子啊可以保持得住的时候啊，我们就做一些善行啊。如果我们自己的习性一起来的时候啊，我们又开始作恶啊。那如果我们从根本的道理了解的时候呢，哎，我的情绪好啊，我觉得一切都很顺境的时候，我可以行善。可是如果我碰到逆境的时候，我的情绪来了啊，我的脾气来了啊，我们要是有正确的观念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啊按耐住自己的这一些的情绪，就不会随着这一些情绪啊脾气把我们转掉而造恶，那我们那个时候呢又有恶报啊。所以呢，懂得理，了解法啊，在我们的理念上面有一种正确的正知正念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还没有做得到的时候，我们理路要通，那这样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碰到逆境，碰到我们自己的这些的情绪的时候呢，至少我们自己本身能够看得到说，啊，这是一时的，咱自己的情绪脾气啊，咱是拄到这个境呢，咱所以有这个反应啊，咱来怎样讲？不管咱怎样啊，咱绝对袂使啊，叫咱的脾气怎啊安尼怎啊，哦，怎啊，哦，发脾气出来，哇，安尼这所有代志拢哦海了了啊，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啊，有这个理呢，它就有一种啊收摄的力量，所以理也是有它的力量。那我们靠着这个理，然后在各种的境里面呢，啊，我们就要去实践，做得到。依照这个理来做到，是这样啊。所以咱今嘛呢，咱的是依教呢，长提窟菩萨品呢，来做我们的这种典范啊。那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境界呢，不过呢，咱的心呢是向往啊，想就呢，咱常常有这样子的一种典范在我们的心里啊。啊，这菩萨大菩萨难怪呢啊，叫做大菩萨的是难做搞啊。做个一当功哦，哦，能够舍这种生命，啊，伊都无感觉讲啊疲劳啊，无感觉讲爱困啊，无感觉讲嘴大爱啉水啊，食物件安尼啊，所以这些啊是我们上一个单元跟大家讲到的啊开场白啊，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啊，佛要跟须菩提介绍啊要。行般若，求般若，啊，那么应该要像萨婆婆伦菩萨摩诃萨一样。那我们下面呢再继续，那我们一样三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下面呢，就是佛啊跟须菩提解释，就是萨陀波伦菩萨摩诃萨啊，意思呢就是长提窟的意思啊。那么这位菩萨呢啊，他是怎么样求般若波罗蜜的啊？那么佛呢，就是告诉须菩提啊，就是说，因为这个前提呢，就是萨陀波伦菩萨。啊，或者是称作长提窟菩萨，他就是一心想要求般若波罗蜜啊，啊，所以呢，他呢是很精进的，啊，就是一直在修行般若波罗蜜，啊，想要修这个般若法，啊，
结果就是空中就有声音告诉他，啊，要往东走，啊，向东行啦，啊，行的时阵爱安怎呢？啊，唔好去想着家己哈足忝的，啊，唔好去想着讲家己呢，啊，想要困，啊，是讲要啉，啊，是要食，啊，啊嘛唔好去想，啊，这个念呢就是想，啊，思念、意念呐，啊，咱定定一直想啊呢，啊，啊是讲这是啊。丢还是压啊？莫去想讲这是寒还是热啊！啊，也不要想啊，咱这是分别的内外啊，这样的境界的差别啊。啊，下面呢，就是咱这边呢啊，要开始个继续啊。佛呢又告诉须菩提了啊，所以他说善男子啊，就是哦，这个是。还是这个空中的声音啦，啊，像这位长提窟菩萨所说的啊，就是继续下来，啊，他这个鲁呢，应该就是说前面啊，先称呼一下说，哎，利啊，啊，你啊，啊你哈，然后说，哎，善男子，啊，所以下面这里又说善男子，啊，那继续说行的时候，在行的时候呢，莫观左右，哦，莫个看左啊，右啊，啊那些。啊、哦，啊，就是讲啊，直直行啦，啊、哦，向东就向东安尼哈，唔好啊，搁左右旁顾安尼先，啊啊，汝行时莫坏身相，莫坏色相，莫坏受想行识相。这个所在呢，就是讲哈、哦，咱本来头前呢，就是讲啊、哦，不要去想到身体的这些疲累呀、啊，啊、哦。那么或是饿啦、饥饿啦，或是要啊这个睡觉啦，这些种种。可是呢，下面又说莫坏身相，你说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呀、啊，啊也不使个破坏，这个坏啊就是毁坏，啊就是说那不是啊，就是说两极的。你说我们是很精进啊，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不要觉得身体的疲累，可是又不是说啊，那干脆就把身体把它毁掉了，啊，不是这样，啊，就是说他是要保持一个啊一种集中的这种心念对法的集中啊，啊啊，可是也不是说就是被破坏咱自己的相辜，啊是讲破坏咱的这个啊色相啊，或者是破坏受想行识。身体跟色呢，主要的是在讲咱自己相顾的这个所有的部分，啊，我们五官，眼耳鼻舌身，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内脏啊，啊，我们所有的身体的所有的部分器官，啊，这些都是属于身相跟色相，啊，那。后面的受想行识相，用我们自己的意念意识的部分，啊，个咱自己的感觉，啊，受呢是感觉，啊，想呢就是意念，啊，啊行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意志力，行就是我决定要做什么，啊，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的内在的这种程序啊，啊，仔细的分析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先看到一件事情，啊，东西或者是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就开始在，啊，分别臆想了。那看到一个物件，咱开始哦，开始在分析这项物件，啊，啊，就开始想啊，啊，然后呢，这物件给咱的感觉，啊，我们也许呢会喜欢，或是啊不喜欢。喜欢我们就自然有快乐，啊，不喜欢就有痛苦。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就会有这些的反应出来了。然后有这一些的想，啊，我们就会心里就会对这个对象呢产生一种，啊，想要有什么样的一种决定的行为，所以叫做行。那实际上这个行呢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意志力用我们的决定力用啊我想要这个东西那我要采取行动了
所以有心啊。然后我们的事呢，就是我们真正的意识，就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这些意识啊，就是好像会变成一种比较永久啊，比较持久的一种想法，就变成说我们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对象啊，我们就变成一种固定的一种认识，认识作用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呢，对外境的时候啊，会产生这一些的这种过程。那么在这里呢，佛告诉长提哭菩萨，就是说，那你也不要破坏这一些的过程。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心在法中的时候，那要求般若行的时候呢，啊，一个是啊，观五蕴皆空。从心经里面说，观五蕴皆空，啊，那既然它是空的话，你不需要去破坏它嘛。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心里面的啊感受啦，啊有所有的这种思想啊，或是意志力啦，啊，那这一些既然它是空的话，就表示说它不会永久存在，啊，那它也不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啊。我们为什么会受到伤害，就是因为我们把它执着了，然后呢在我们的心里起反应了，然后再继续的发展，所以就变成我们受它影响。可是如果我们呢看得到它，那它对我们就没有影响了。所以说莫坏啊受想行识，也就是说我们也不要把它看作实有嘛，所以也不要去把它摧毁破坏，没有必要。既然它没有真正的存在的话，那主要的是我们看到它了，那它就啊没有办法遁形，是这样啊。所以说不需要破坏，破坏就变成我们又去执着它持有了啊。那么佛呢就介绍说，何以故？为什么呢？啊，若坏是诸相，如果呢坏前面的身相、色相啊、受想、行识相的话啊，那么就于佛法中则为有碍，就是在佛法。佛法的意思呢，就是觉悟的法嘛，啊，因为佛就是觉悟的意思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南无九波罗波罗蜜啊，应该的是哎，对咱自己诶所有诶这个有形的、无形的啊，物质性的是身相。色相，啊，无形的就是我们的心内在的受想行识，那这些的部分呢，啊，我们就是要觉察它，啊，它是实际上呢是没有实质存在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要去破坏它的话，我们就把它当实际有了嘛，啊，所以我们才会要去破坏它。所以如果我们用啊，这样的情况我们来对照，如果说啊，我们的心很烦了，啊，那我们就一直要把这个烦要拿掉，那我们就好像是要破坏这个烦的心嘛。那实际上，我们如果能够看到我很烦，然后看到说啊，这个烦实际上它是不存在，啊，这个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感觉，是我们对外境任何的啊事物、人啊情境所产生的。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就是一直去观察它。观察他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啊，好像这个好像也没有啊，没有什么东西啊，啊，如果我们在啊想一个人啊，不管是很高兴或是很痛苦，啊，那我们再去想想，哎，这个人真的存在吗？没有啊，没有啊，我们前面这个人也没在啊，可是只是我们心里执着这个人的相，然后呢，所有的情绪都产生出来，所有的念头都产生出来。那不是把自己呢就障碍了嘛，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那我们既然不需要去坏它，啊，那如果是坏这些诸相，那我们就是把它当实有了嘛。所以这样的时候，在一个觉察的佛法中呢，那就是有爱，就是变成是我们把这些诸相啊当作实有，那当然就有障碍了，啊，那若于佛法中有爱。便往来五道生死中，
所以这个地方呢，等于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觉察法能够看到诸法是不实有的时候，有障碍的话，那就是我们把这些诸相都把它当作实有，我们就有障碍。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烦恼？就是我们在这些情境，我们色受想行识所产生的这一些相里面呢，我们把它当实有了，所以就有障碍。那有这些障碍，就是实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流转五道生死。那五道呢，就是天人地狱恶鬼畜生啦。一般呢，我们习惯的就是说是六道，那六道就是再加上阿修罗道。那五道的话，就是把阿修罗呢，也把它并到天道，因为阿修罗呢也是有福，可是没有德啦，所以阿修罗是好斗，可是他本身呢也是有像天一样的行善，所以他也是有福报，只是呢他没有把他的这个习性呢就是转化，所以呢他就是好斗。所以我们如果用五道的话，就是把它列在天道，所以这个所在呢，就是佛，就是跟长提哭菩萨和解水，就是说，那我们呢，对这个心上、色上、修、相、形色，这个五蕴的相呢，万不要去跟破坏，还是说要去跟气度，这个坏理啊，坏，就是要跟破坏跟气度掉，安尼是。因为讲，咱每一个气度，咱就是感觉讲，这就是实际伊有嘛，唔该去啊气度啊。啊，咱那底个气度呢，就是变作讲，伊有实际存在，安尼就是有障碍，是这样。我们就把它当实有了嘛。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个波若的实际的作用，就是要觉察到五蕴呢。实际上是没有实有了，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情况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佛在教导萨陀波伦菩萨他在求波若的过程是这样。那实际上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在教导说怎么样子行波若法，是这样啊。那在波若里面，我们才看得到。这个五蕴呢，它是没有实际存在的实有了，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才会去除这个障碍。那这样的时候呢，也就不会往来五道，因为在五道里面，就是我们还有这个有为法里面的这一些的实质性那能够从波若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空义，就看到。这一些呢，实际上没有实有的时候，那这样呢就可以呢，就是解脱五道的生死。那亦不能得般若波罗蜜，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有障碍的时候以这个五蕴为实有的时候，那当然就跟般若呢就是违背了，就得不到。那么下面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又继续跟须菩提解释。萨陀波伦菩萨摩诃萨就是说，当萨陀波伦菩萨他听到空中的声音教导他这样子来行般若行的时候呢，那么萨陀波伦菩萨呢，他就报空中就是回报了就等于是说他回应这个空中的声音这样教导他，他就回应着说我当从教我应该呢依照你所教导的来遵从你的教导，就是说刚刚教我怎么做呢，要往东行默念毗吉，默念睡眠，默念饮食，默念昼夜，默念寒日默念内，默念外，还要呢默观左右，还要呢默坏身相，默坏色相，默坏受想行识相，是这样。所以说我当从教，我应该当就是应该遵从你的教导
何以故呢？为什么呢？啊，这个萨陀波伦菩萨自己就反问了，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要遵从你的教导呢？他说因为呢，我欲为一切众生做大明，因为呢，我就是发愿为众生做大光明。大明呢，就是说能够为众生呢、啊、引导一个光明的去向，就是照明。那众生是凡夫心、烦恼心，是黑暗，所以呢，波若就是妙智慧，就是光明。有智慧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看到自己心里的烦恼障碍，这个时候就是好像点亮一个灯一样，就照亮了我们这些障碍的这一些烦恼黑暗啊。所以说萨陀波伦菩萨呢，他一听到佛的指示呢，他自己本身呢就马上就回应说，我要啊遵从你的教导啊，因为呢他心心念念就是为了要众生啊做大光明啊，所以他知道这个法啊很高妙啊，所以他愿意去行，就这样啊。所以这等于是说他本来就是这样子发愿的，所以他很高兴听到这样子的法了啊。而且呢他欲集一切诸佛法，就是他希望能够啊，集呢就是他身心可以学习到啊一切的诸佛所啊行的法，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要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他也要像佛一样证到啊大彻大悟的觉悟，就是能够看到一切真诸法的一个真相，就无上，没有办法再比他更上的啊。阿耨就是无上啊，那么三藐三菩提呢，就是正等正觉。阿耨多罗是无上的意思啊，那这个也是音译啊，它是音译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表示萨陀波伦菩萨啊，他自己的心愿，他实际上他就是想要学佛啊，所以他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学习的最前提呢，就是他的目标就是要像佛一样。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是这样的，啊，所以他愿意依照佛所教的，啊，他就一听就知道说这个是无上的法门，是这样，啊，能够看到啊我们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这种啊真相，这样，好，那下面呢，又萨陀波伦菩萨呢复闻空中生有，啊，就是说萨陀波伦菩萨愿意依照空中所识。说的这一些教法啊，那么空中呢又回答他啊，就说善哉善哉啊，善男子，汝于空无相无作之法应生信心。所以呢就是空中的声音呢又在赞叹他啊，说哇啊，你实在啊很了不起啊，善哉善哉啊，今后今后了啊，你能够这样子听了，就要依照这样来行啊！啊，那你能够这样子做呢，你就等于是于空无相无作之法，啊，要生信心，有信心呐、啊。因为上面所教导的啊，空就是上面所教导的，就是不要去想到我们身心的这种疲劳的这些感觉啦、啊。所以能够空这些我执啊，那无相无作，无相呢就是说我们所有啊眼耳鼻舌身所看到的外境在我们内心所产生的这一些种种的相也好，眼睛看到的是形象，耳朵听到的是声音，也是相啊，它这个相呢是等于是总称啦、啊啊，或是我们鼻子所闻到的味道，我们在心里觉得有味道，这个也是一个相啊，口里所尝到的食物的味道也是一个相
那身体的感觉呀、啊，所产生的这一些啊，热受苦受也是一个相，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触到的，啊，我们会觉得是啊冷啦，啊，或是热啦，啊，也是一个相，所以我们平常啊，我们对这一些啊，其实我们一般的人啊，我们没有学佛的话，我们都会觉得把这些当作习以为常，啊，看到了马上就想什么，听到了就马上想什么，啊，嘴巴一边吃就一边想啊，这个味道怎么样啊，鼻子闻的，那我们就活在这个里面，而不知道真正生存的真正的情况是什么，这个叫做不觉。我们就是不觉，可是呢，我们就一直活在这个里面。当我们觉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说，哦，这个过程是有一个我们的习性，以为有我的这种感觉。那我们本来就是有这种喜欢某一种声音嘛，所以当我们听到什么声音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而我们不喜欢什么声音，我们就特别注意这个声音。那我们眼睛看到的也是，我们都活在我们自己的主观的这一些的这种习惯的模式里面。那我们不知道这个里面整个的过程呢，都是一个我执，是这样啊。那我们开始学佛的时候，佛呢，就是从这里面去觉悟到的，我们的生命的真正的现象、真相啊，就是我们都是活在这样的这一些的相里面。眼耳鼻舌身对外境所吸收到内在的这一些呢，全部都是一个相。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般若的一个核心呢、啊，就是要了解这些过程啊。那还有无作啊，知法因生信心，就是说我们开始学般若，那实际上呢，学佛要学到般若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说真正在学佛，因为佛是叫做觉嘛，内涵就是觉。当我们学到般若法的时候，才真正有觉察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内涵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呢，才是看到自己的真相啊！所以说汝于空无相无作之法，应生信心，就是佛所说的般若法门的内涵，主要就是空、无相、无作。那这个无作呢，也就是我们心没有造作，心没有造作呢，就是更加的我们自己本身呐、啊，就是我们有一种习惯性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接受，觉察，就是习性的觉察，我们自己都好像有一种，侦探器，我自己心里啊，我们自己心里一直都是，不停的在想要什么，或是不要什么，或是我们要注意，我重视的事情，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自己心里啊，已经，我们平常就是习惯性一直在培养它有这种作用，所以我们的心里不安，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从般若法里面呢、实际上才能够看到我们真正的众生的习性的这种情况啊。所以空中的声音啊，赞叹长提哭菩萨啊，一个赞叹。湛南宫，现在现在啦，现南主啦，你以这个空无相无作之法啊，因生信心啊，会当对这个空啊，甲无相甲无作，就是讲咱心会执着，也是讲咱内心以这个反应的这个种种的相。啊，是讲咱家己啊，这个内在的这个作用啊，无作，就是讲咱的习性的这个作用诶，那么不使去个执着啊，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等于是波若的法门里面有空、无相、无作这样子的妙法。啊，一旦呢，心信心的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子的境界的时候，可是我们相信有这个境界，我们是可以去修的，是这样。啊，所以这个信呢很重要，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道缘功德母，信是道缘，啊，是我们要修道的源头了。然后，那么开始信，因为呢，咱要开始学佛的时候，我们都是众生呐，我们都是凡夫心呐，啊，那我们怎么可以去真正去接受佛法呢？你就用听的哦啊。这个是我们众生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大道，是我们生命的提升，是我们真正能够离苦得乐啊！啊，不要再受苦，不要再受这个生死的这种轮回之苦啊！所以我们啊，就是要生这样的一个信心啊！啊，不然我们也不知道佛的啊境界真正是怎么样子的境界，我们还没看到啊，对不对？可是我们自己啊。有这个信心，那这个也要有善根福德因缘，哎，因为我们啊，就是在凡夫心里面呢、啊，要有这样的信心呢、啊，哦，我们就有这个提升的机会啊。那空中声音呢，又在说啊，以离相心求般若波罗蜜，离我相乃至离知者见者相。当远离恶之事，当亲近供养善之事，啊，所以空中声音啊，啊，佛公，因为对空无相无作有信心，那就等于是离相心呐，离相，啊，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执着的心，离相，啊，用这样子的离相心来求般若波罗蜜。就可以呢，离我相就没有我执的这个相。我们所有的这一些啊，色受想行识啊，我们就是以为有一个我啊，好像在那里执着在掌控，所以那样子的一种啊状态啊，我们就称作我执。我执啊，这是实有哦。我们凡夫众生呐、啊，啊，我们一直都是在一个模式里面，在啊，一直绕着绕着绕着，啊，解脱不出去，所以这个叫做我。啊，那我们开始学般若波罗蜜了，有空无相无作之法，啊，那能够离相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离我相，这个时候啊，就开始呢，就没有一个真正实际有一个那个我。我们的我，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次我们的习性、我们的感觉，我们就当作是我。我们把我们一个念头也当作是我，所以实际上众生的一个我执呢，实际上就有很多种的情况的，我们都称作我啊。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去。啊，跟人家讲话啊，我喜欢啊，我想什么啊，我要怎么样啊，都是我啊，只是这个我随时都不一样哎，我们都还一直把它当作是我呵呵啊，所以实际上呢，统称起来，只要我啊的感觉，我的啊想法种种呢，就叫做我相。嗯，那这个空中的声音啊啊。他就是告诉这个长提库菩萨呢，啊，就是我们要求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啊，就是要离这个总称的我的这种执着的相，乃至呢要离知者，有一个知道的主观的人，或者是见者相，啊，知者、见者，就是说我们有自己能够。觉察我们自己好像以为我有一个东西去看叫做能看啊，叫做知者就是能看能听啊，能够闻啊，能够吃啊，啊，能够感受啊，啊，那见者相就是
被我们觉知的对象。啊，我以为我有一个啊能够看的，那有一个被我看的，啊，有一个我能够听的，啊，被我听的。那那个呢？我们是用什么在看呢？用什么在听呢？啊，那被我们看到的，被我们听到的，到底是什么呢？啊，我们有没有再仔细去透彻的去观察一下？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要离这一些呢，啊，离我相，以为是有一个我，然后呢，还要离有一个能够觉察的这种主观的啊知者，也要离被我们觉察到的对象的见者相，啊，就是见者相，被我们看到的啦，听到了啦，那那些呢？它是实有吗？我们也要把它离开，那就是远离。实际上呢，也就是说，不要以为它是实有，啊，所以才能够离了，啊，就是离就是不执着，嗯，还要怎么样？当远离恶知识，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要能够真正求般若波罗蜜啊，我们还要远离恶知识，就是说，破坏我们能够去理解般若波罗蜜的这一些啊恶知识，它没有让我们了解真实的道理，反而呢破坏我们去了解啊恶知识啊。那要亲近供养善知识，所以一个是恶知识，一个是善知识啊。那恶知识呢，就是用凡夫执着的心的这一些。啊，叫恶知识，就是跟佛法正好是违背的啦，啊，恶地显，啊，这个知识呢，不是讲咱的地显啦，知识其实是朋友的意思，善知识，就是有善的啊知识的朋友，那恶知识实际上是指说他的所有认知都是错误的，啊的这一些朋友。是这样啊，所以说审地邪恶地邪，我们在佛法久了，我们也知道这是指我们的朋友来说的，对我们在佛法啊有利益的、有帮助的，叫做善知识啊；对我们呢，就是学佛啊障碍的，叫做恶知识。那在这里呢，是特别是。我们在求般若波罗蜜法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他能够对一切事情啊都能够看得开、看得破啊，对诸法呢也能够了解真相啊，看起事情来呢都有这样子依照般若的这种啊空义啊无相无作这样的道理来看，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善知识啊，那。反过来就是恶知识了啊，所以这边呢是空中的声音有解释哦，他说何等是善知识，下面是叫做审谛邪吧，审谛邪啊，能说空无相无作啊，是吗？一位善知识呢，等于说他能够说明啊，传达空无相无作的这样的道理，而且呢，还要能够说无生无灭法。就是说我们一切的世间法虽然是有生灭啊，这个是无常法，可是呢又能够看到说虽然有生有灭，可是它的本质是无生灭的，还能够看到一切种智啊，一切种智啊啊，就是菩萨的悲智，一切种智，我们通常说一切啊智就是空慧，看到诸法的空相，那一切种智呢，就是能够看到啊这个空中不空，那就是说菩萨啊能够看到诸法是空义的话，他就会啊有解脱啊，不受这一些烦恼的障碍了，可是如果只知道是空的话，那就会看不到众生的苦啊，啊，所以一切种智呢，啊，就是又要了解一切众生呐、啊，
啊，还没有得到解脱自在的时候，他是有痛苦的，所以菩萨他才能够产生悲心，要去度化众生，啊，这样子，啊，就是等于是说，这个般若法呢，是要空无相无作，对我们自己是能够得到自在解脱，啊，那看到一切有为法，在生灭里面也没有生没有灭，就看到本质啊，然后呢还要能够有菩萨的慈悲心啊，愿意度化一切众生，还是有啊。当凡夫还没有解脱的时候呢，是有生死啊，是有痛苦的啊，所以呢一切种子就是要有这个慈悲啊，那令人心怒欢喜信乐，是为善知识啊，就是说还能够呢了解这个道理，还有能够实际的啊，一切种子要能够真正能够帮助众生呢啊，怒欢喜信乐，就等于是说也让众生离苦得乐，是这样。那这样的呢就是善知识啊。那空中生啊又继续说呢啊，说善男子，汝若如是行，不久当闻般若波罗蜜。你能够照这样子做呢，那你不久呢就可以听闻到般若波罗蜜啊。那怎么样呢？你听闻般若波罗蜜的啊的这种方式是怎么样的方式呢？若从经卷中闻，你听到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法门啊，也许是从经典中闻到的啊，若就或许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你也听到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你照安的行，你也听到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妙法啊，有当时啊呢是为经典里面听到的啊，有当时啊呢啊是菩萨跟你讲的啊，啊你去听到啊，善男子，汝若从闻是般若波罗蜜处，应生心如佛想啊。如果呢你不管呢有经典听来啊，还是呢菩萨跟你讲的啊，那你从这个地方听到的般若波罗蜜的时阵呢，你拢爱甲当作呢你是听到的诶，这个对象呢就是佛。所以说应生心如佛想，就是说你要产生呢对方跟你讲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啊，从经典看到的菩萨所讲，你都要把它当作是佛一样的这样的想法，生这样的心呐 啊。那善男子呢，汝当知恩啊，你应该要感恩呐、啊，就是能够听闻到般若波罗蜜法、啊，是让我们众生可以离苦得乐啊，而且呢能够行菩萨道，度化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呢要生感恩心，应作是念，所从闻是般若波罗蜜者，即是我善知识。等于说所从闻呢，等于说我为遐听来的般若波罗蜜的迄个所在，迄个人，我所从闻，等于说我为遐听来迄个人呢啊，互我听的般若波罗蜜迄个对象啊，这是我的神地写的，因为我从他那边听闻到般若波罗蜜法，所以他就是我的善知识啊。我用闻是法故，我用闻是法故，等于说我用闻来的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法呢，可以即得不退于阿耨多罗多罗啊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呢我们听闻到般若波罗蜜的这样的法呢，就可以很快的得到不退转移阿耨多罗多罗蜜啊，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啊，有般若波罗蜜故而得到不退转呢，就是说我们从凡夫开始学佛啊，那我们呢就不会退到凡夫地，就不会退到恶道啊，三恶道，也不会退到六道，也不会退到
啊，二乘人就是声闻缘觉地，就是他是以无上正等正觉为目标，所以呢，他永远是往这个啊佛的正等正觉的这样的境界在修行，就不会再退了啊，所以叫做不退转啊，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这样。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空中的声音啊，啊，像长提库菩萨所教导的行般若波罗蜜的法的方法啊，所以从这个里面呢，我们也啊学习到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核心啊，空无相无作啊，是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法的法要啊，而且呢就能够了解啊，诸法是无生无灭，还要呢发起一切种子的慈悲心啊，然后能够让众生呢能够入欢喜信乐，那这样子呢是善知识，就等于是说我们要学佛要学般若波罗蜜呢，那我们也要学习做这样子的一个啊修行啊，所以我们啊先介绍到这个部分啊，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的长提库菩萨品里面的故事啊，是让我们做一个般若的学习的菩萨的啊典范，那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发心啊学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50323858，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2-608，012-001-202-608。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供斋、点灯、慈悲施食、药供、烟供。新逢教孝月、吉祥月，慈悲置业台南分会恭送地藏十轮经，恭请湛信法师主法，日期7月29日至8月27日，时间每日下午2点，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无法保持社交距离，一律采直播方式共沐佛恩。现场无法立牌位，请上网登记为往生49日内的亡者回向，亦可登记毛孩。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8月共修行程，恭送地藏经暨护身慈悲施食，时间每周六下午2点，第四个星期六为往生49天亡者普佛回向，地点高雄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由于觉醒的心在三世之中本来不变，因此一切有情众生都是觉醒的佛，而由于此佛如来藏乃遍存于每一位有情众生之中。了悟这觉醒状态便是极其重要的，了悟它即称作总摄一切有情众生于单一的至要关键。总摄一切心的状态之至要关键是离于迷惑的平等性，因为其他的心的状态都会变异且不持久。诸佛的心是无迷妄且无作意的，是没有束缚的平等性，以净除一切迷惑的过患，并以开展了知的觉醒。有情众生的心未能自我了悟，而共成所涉及的表面幻化现象，则都是迷妄。觉醒的心是无谬误且无作意的，它离于勤奋及努力的束缚，总含了诸佛心意的一切状态。总摄一切善德的至要关键是全然等持的状态，因为其他的各种善德都会变异且不持久。说到觉醒心的善德，一切修行的善德都是从心萌生。若你的心是柔软的，你便能主宰你所愿求的一切，就像是满足一切需求和想望之源的满愿宝。相对的，扭曲错乱的学习所产生的微小善德，就不像是全然等持，且不会达到圆满。柔软心的获证与稳定，能赋予你圆满证悟功德的全然等持。了解并悟得这个本性，即称作总集一切善德于单一的至要关键。总摄一切祈愿的至要关键是无有希望且无有恐惧，因为所有其他的祈愿都会变异。换言之，遵循且修持共通见解之称，即是持有希望与恐惧的二元见地。